美食不选做，排雷我来做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我现在在知行城六流，听说这边有个日本料理啊，好像是130一个人吧，日本料理自助餐。一个女网友喊我过来的，说请我吃个饭，我也没见过她。咱们先去看看这个女网友长什么样啊。这到晚上这个字都发光，哇，什么菊野菜好像是，群野菜。这个环境装修的有卡座，比较有隐私感。这边是随便喝的饮料，这边还是这个随便喝的饮料，品种挺多的。先看一下这个自助的有什么东西，小菜自取的种类很多啊。这边是自助区的水果，还有那个鸡蛋之类的。自助区还有这个蔬菜，还有这个丸子自取的，还有这边菌菇、木耳，还有鸡蛋。这家店装修的风格不错，你看装修的风格不错。这个饮料不少，这一排都是饮料，138。这个女网友是138点的半自助的这个自助餐，日本料理属于是。咱们看一下都有什么菜啊？这个是羊肉卷，随便吃。然后牛肩肉也是随便吃的，这边牛肩肉。这边是那种甜品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冰淇淋，这是那个鸳鸯锅，包含在内啊。乌鸡卷啊，牛舌头，牛肩肉，还有羊肉卷，咸品加上各种这个水果，138块钱一位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就这个菜品，兄弟们。女网友不愿意说话，算了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别客气啊。我不知道有为什么请我，但是我非常感谢你啊，非常感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你啊，请了这一桌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哇，这个有谁？这是牛肉卷，随便吃。来，兄弟们，搂了，牛肉，都是牛肉。哎呀，搂了，搂了，搂了。来，我的牛肉。女网友尴尬了。先来点冰激凌降降温啊！先来点冰激凌降降温。因为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比较热，牛肉还比较热。哇，好香。瞬间斩压没了。嘣刷了咚哒啦咚。搂它。牛肉啊，老铁们，牛肉，搂的，好好好好，你千万不要模仿，好烫啊！哇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哇，好烫。对了对了，忘了讲了啊，这是138一个人，这桌子上只要有的牛肉、牛舌头都是随便吃，包括五花是牛五花，还包括还有牛五花，我没吃过，都是随便吃。我觉得还行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得谢谢谢谢你啊，美女，谢谢啊。他不愿意出镜，咱们就算了。女网友不愿意出镜。来，老铁们，乐啊。好香啊。哇，真的好香哇。好香吧，宝宝。上。蹦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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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。牛肩肉继续刷了，老铁们，牛肩肉啊，继续刷。牛五花 ，lotus， 还是牛肉，继续 lotus， 太过瘾了。牛舌头，给它再来一点。哇，这一锅，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还没弄好，来点冰的，降降温。这东西好吃，但是尽量少吃。说心里话，这东西好吃。沙拉这个，啊，哎呀，哇，来，兄弟们。搂牛肉啊，老铁们，
这一盘我估计有半斤啊。嗯嗯，真香。嗯，这个正宗，这牛肉比较正宗，有那个牛肉的香味儿。嗯，哇，啊，有点烫，不过很香，是吧？肥瘦相间，肥瘦相间。哇，嗯。啊，嗯，哇，好香啊，哇塞，嗯啊，真好吃，哇，哇，今天我们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女网友请客吃饭，我得谢谢你啊，但我们也快吃好了，不过这一顿肯定不能让你请啊，肯定不能让你请。嗯，一个女孩子是不是要请吃饭？那我不绝对不会让她请的。等下后面我来付钱，钱没有付吧？人家约我啊，是不是？大男人嘛，肯定不能让女人请吃饭。而且她是没什么事，就是说喜欢看我的视频，不是那种来找我拍视频的。如果她找我学拍视频的话，我让她请吃饭，我绝对心甘情愿。她就是喜欢看我的视频，而且一直在点赞。然后呢，说要请我吃个饭，想见我一下。我也佩服你的胆子。我说句心里话啊，我真的佩服你的胆子，真的胆子有点大。我估计你今年你不说话可以，你今年你点点头，你今年可以有30岁没有？那比我妹妹还要小，比我妹妹还要小，还连30岁都没有。我真佩服你，真佩服你。我们的家就在那过去，老初春的山。